兄弟们，这期我们来抽一下月影了，来看一下这新联赛 A 车坑不坑。那么这车可以搞的专属能源有点多，我是搞了91个，加上攒的和买的，一共有620个能源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抽到最后剩下多少个啊？好的，抽到最后一格了哈，那么最后剩下300个能源，一共是花了320个能源，一般330个左右出，哎，欧了10个，嘿，那可能这次送的专属能源有点多的原因，我帮粉丝抽是花了351个能源，这对比他呢，我还是欧了哈，那么你们需要多少个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哦。